今天早上的课就取消了，我没有进错啊。哦哦，因为老师一直都没有进来十分钟了嘛，然后有人就问我们是不是在对的 meeting 里面。The link is on the Moodle page for social psychology。进错啊？哦，很多人进错。就今天算迟到啊。今天是我第一天上课，从早上9点到11点是第一堂 social psychology， 11点到1点是 apply introduction and history of psychology， 就两堂课啊，连续这样4个小时。刚刚我们第一堂课中间的时候，我以为老师迟到，结果是我自己进错铃，结果迟到10分钟这样。可是还有人比我更惨，他们是连进都进不到了，就是完全按不进去 online class。我的班差不多有70个人，刚刚我们第二堂课结束了过后。他们就有开 WhatsApp group， 然后我班的同学都很 active， 就是老师上课的时候，他们就一直会在那个 chat box 上面留言。我们早上有一点小插曲，很多同学 access 不进那个 link， 就大家就互相帮忙这样啊，就觉得他们很热心。然后现在的 WhatsApp group 一直在跳，就他们一直都在聊天。我刚刚的课的话，第一个是 social psychology 嘛，我蛮喜欢那个老师的，因为他讲到很清楚，很有代入感，你会进到那个情境里面，然后你会很想听他讲课。然后第二个老师还目前是在做一些关于 psychology 的 introduction， 然后那个老师讲话又很快，有时候会有点 get 不到这样。然后我的课他也没有强求讲一定要开摄像头，如果你有问题要问的话你可以举手，还是等老师讲一段落的时候你就问问题。目前我 sem 1的话是没有回去学校上课的，都是 online class， 除非 government 有讲什么东西啦，才有可能会回去学校上课，但目前是没有的。爱尔兰这里很多很漂亮的鸟，哇，飞掉了。看那个老师要我们下一堂课做准备，然后我在看那个纪录片，一个 prison experiment 的一个 documentary， 因为它是一个纪录片，它很长，而且它是一个19-20世纪的那一种纪录片，画质就模糊模糊，而且它是那种监狱把他们关起来之类的，也就这样子的画面，所以就有点看有点头晕。今天是30号，等一下11点到1点我有一堂课。今天的早餐又是麦乐，因为麦乐要过期。今天几号啊？30号，麦乐今天过期。9月30号还是10月30号过期？不懂哎，你给我讲30号。很骚哎，等一下才喝。有点无所事事，因为现在要10点了，我11点上课。我觉得如果我做笔记的话，我会做一半一半。我之前做这一面，就做到一半我还没写，现在继续把它写完。之前我还在犹豫我的手账要用华文还是
英文来写，结果我就决定用英文来写，顺便可以训练一下自己。一开始我觉得我写不出来，结果有的时候哦，你一开始写第一句哦，你看就写了这么多。我们很怕又在进错那个上课的地方，因为上一次我们就是进错掉。哈，我的老师来了。我没有进错 group。现在是下午5点，我刚刚上 Introduction of Psychology， 今天第一堂课上的是相关于 Philosophy 的，因为 Psychology 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，它是从 Philosophy、Science 那里慢慢演变过来讲。哲学的东西就是很，因为那个 slide 有点多专业名词，然后看的时候我就一面查字典，一面听老师讲，老师又讲到很快，然后 slide 又跳到很快，所以就很懵。可能一开始会有点紧张啊，因为怕自己跟不上。可是后来我就自己读，自己 check， 再听回老师讲的东西，其实是可以理解的。因为还不适应，一下子这么多的专业名词。因为我之前是文科生，我不是理科生，而且我觉得就算是理科生也很少接触到这种专业名词，因为还是 for philosophy psychology 这一个领域的。像我不是很熟悉英文，我觉得是要花多一点时间去读这些东西。因为我刚刚在做，很少拍到我刚刚整个下午在做的笔记。素颜的一个状态。我现在目前是整理完一些笔记，我已经把我今天三个小时的课的笔记整理完了。因为我明天没有课，我这个礼拜是比较轻松的，我下个礼拜开始就会有很多 tutorial， 所以可能就会比较忙，所以这个星期算是比较轻松的，就先适应一下哦。太阳很大耶，你看那个光。我只涂了防晒，画一个眉毛，然后你口红都没有涂。等下我是要去开 bank account， 顺便买一点 grocery， 因为我们上一次买是在上个拜五，已经一个礼拜了，所以我就去买一点。下个礼拜我姐姐会出门，她再买剩下另外一半。所以今天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门办事情买菜。我多3分钟才出门。巴士是35分到。最近爱尔兰的 case 有点多，昨天看的时候是400多个 case， 所以等下出门的时候要很小心，注意一下哦。因为我也是去办事情，就不会在外面逗留太久，买完东西就马上回来。我下午还要做其他东西。今天的风也是很凉，因为现在应该也是，10度这样吧，也没有什么云。
所以今天天气应该蛮好的。刚才我在等巴士的时候，就有一个人应该是来跟我要食物，然后我就有点吓到，因为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大家すみません、すみません，然后他就走掉。过后我就看到他有去找其他的路人，我也不懂。这哪个很好吃？我们早上吃这个豆，然后还剩下半罐，所以下午觉得是吃这个，还是哪个比较好吃？我影片忘记做一个总结，所以我现在补拍一下。所以这就是我的开学周，除了星期二以外，基本上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我的一个日常。所以这个影片就到这里。给你们分享一个东西，就是我那天自己去买的面包，结果我没有看 expired best before 四号，我二号买的四号过期，我昨天买明天就过期了，我觉得很好笑。还有这么多面包，就代表两天要吃完。